我们都多念这个，都知道啊。什么条件往生？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我们的菩提心就发不出来。啊，自己以为是菩提心，其实错了。菩提心，我们说得很清楚啊，清净平等觉，这心就是不清净。怨恨恼怒烦没去掉啊，不能够像还原观上所说的，还原观上是心得，没有这个心量，周边法界畜生无尽，含容空有，含容空有是心量啊，心多大能包虚空，这是含空，能容万法，没有一样不能容，含空容有。为什么要住？这是你的真心，你本来是这个样子的，现在变得这么一点小心量，一个人都不能够容他。啊，心量越小，你就越苦；心量小到极处，就是阿鼻地狱。鬼的心量比地狱大，畜生的心量又比鬼大。照理说，人的心量应当比三恶道的众生都要大了。现在我们的心量不如三恶道。所以三恶道的众生呢，他往生了，他出离了，啊，那我们这批人呢，将来死了以后去补填他们的位置，都到三恶道去了。